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睇《人民必答》的环节。呢节嘉宾都是请嚟郭 Sir 同我哋解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噶。郭 Sir 你好，系你好。咁继续提提各位啦，关于政府问题，欢迎打嚟2804-6566或者电邮到 ask@bschannel.com 噶。郭 Sir， 我哋呢一节讲下啲焦点嘅股份啦。咁就知道你汽车股当中咧最睇好就系吉利汽车，今日都升得唔错啊，因为佢就宣布咗咧五月份汽车总销量系4.585万部，按年增长19%，按年咧升3%，當中出口量是1630部，咁啊按年係減少61%啦。中國市場嘅總銷量4.422万部，按年增加成咧29%。頭五個月嘅汽車總銷量咧，按年增加7%。喺全年銷售目標600万部當中咧，係佔咗39%噶啦。另外上個月第一次推出嘅新款跨界運動型多用途車型咧，就係帝豪 GS 都錄得2800部嘅銷量，比管理層原先估計咧都要好嘅。嗱，睇翻佢呢個銷量，其實大家點樣去揣測啦？咁就係瑞信啦，即係大行方面的報告就話個上個月的銷量咧係創咗今年的新高，所以維持一個係優於大市的評級啊。啊，郭 Sir 呢個銷售數據咧，你覺得係咪都滿意啊？其實係唔差嘅，因為政策係有扶持。其實大家知道啦，內地對一啲低碳排放嘅汽車，簡單就係講緊1500、1600cc 留下嘅咧，其實有個稅務嘅扶持嘅。咁啊，以往嘅10% 嘅税咧就減到落5%。咁啊，邊類汽車可以受惠呢？正正係吉利，因為佢全部都係小型嘅汽車啊。你翻為一啲2000啊或者2000几cc 咧，就冇呢方面嘅優惠啦。呢個此其一啦。好啦，講到第二啦。咁啊，其實內地咧就民間嘅財富啊，當然即係天文數字啦。其實家庭咧嘅收入都越嚟越多，咁好多一啲小家庭咧都希望咧買翻部車啊，可以假日啊去旅行啊或者去玩啊咁樣自用啦。咁如果你話買啲大型嘅車咧，其實個開支對一啲小家庭嚟講咧，都係一個數嚟噶嘛。但係你講緊吉利啊，或者一啲簡單啲嘅細房車咧，其實嚟講不外乎几万元一架噶啦。咁對好多有工作嘅一啲家庭小家庭嚟講咧，其實係負擔得起噶。咁呢方面咧，個市場嘅需求係最大噶啦。唔好忘記喎。汽車咧係6年、7年或者8年咧係差唔多要換嘅啦，咁你等於咧係攞几万元啊，作呢幾年嗰個消費啊，咁啊休閒啊去玩啊或者自用咁樣啦，咁由於咧就6、7年都就要換嘅啦嘛，所以咧每一年都有一個好龐大嘅轉流，而造就咗每年咧落地嘅新汽車咧都係超過2000万台噶，唔好忘記有14亿人嘅中國市場對汽車嘅需求大得好緊要。經濟好、環境好嘅時間，唔使多啊 ，Bentley 啦、Benz 啦、寶馬啦，一啲高端車嘅銷情咧，一定係亮麗。但係無論經濟好與經濟唔好咧，一啲小家庭嚟講咧，對一啲比較低檔次嘅汽車嘅需求咧，其實冇乜太大嘅改變嘅。咁我自己覺得咧，咁多隻汽車股當中咧，其實吉利咧就最好噶啦，係自己品牌。早幾年咧，俄羅斯經濟好嘅時間咧，吉利出口去俄羅斯的汽車咧，其實係咁多汽車當中咧係銷售得最好噶啦，因為出口係好靚啊。後期因為俄羅斯嘅經濟下行啦，購買力弱咗啦，咁啊加上盧布亦都跌咗唔少啦，所以令到啲出口嘅數字咧，相關數字咧係一步不咁下行，咁啊可能咧就基數比較低啦，近期開始咧有少少回暖啦。喺基本面嚟講咧，吉利其實嚟講咧個走勢咧已經係處於一個逐步向上試頂的形態嘅啦，咁啊，如果你話作為一個投資者，如果持有吉利汽車嘅股份嘅話咧，暫時嚟講咧可以稍等等先，因為呢一刻嚟講再進一步向上望咧，應該就係舊年12月嘅高位4.5元啦。其實咧吉利嘅股價嘅走勢咧，好多時咧都係出現一個大上大落噶。嗱，基本面就冇乜點改變喎，但係點解只股份會出現咁大幅度嘅升跌咧？第一就係大市嘅問題啦，第二咧可能咧就係嗰個買賣嘅量係比較大啊，所以一升起上嚟咧，一個追捧啊，跌起上嚟一個止蝕啊，或者係止賺咧，都會嚟得比較密切嘅。你睇翻個股價嘅走勢啦，呢一陣由大概2.8元去到近日嘅高位咧，由低價上嚟已經升咗50% 啊！其他股份邊有50% 咁大幅度嘅上升啊？但係好奇怪喎，當佢升到50%或者60%咁上下時間咧，個步伐就開始轉慢㗎啦喎。
同埋就要睇大市嘅氣候同埋環境。如果個大市嗰個環境氣候有少少轉弱或者轉變嘅話咧，吉利嘅股價又會出現一個反覆噶啦。過去一兩年咧，股價一路都喺兩個幾四蚊、四蚊兩個幾之呢個大嘅區間咧，係走上走落。如果能夠捕捉到呢啲咁嘅區間，譬如講三蚊樓下作一個中線嘅部署，去到四個二樓上啊，或者接近四個半嘅時間咧，又輕輕減磅咧，咁已經可以走幾輪，而且仲係個回報又相當唔錯嘅喎。不過期間咧升升跌跌呢啲咧，就要睇下投資者揸貨嘅能耐同埋能力到底夠唔夠啦。嗯，明白。咁啊，我哋都見到其實咧，郭 Sir 睇好咗吉利嘅前景啦。咁佢除咗就係個小排放量嘅汽車為主之外咧，嚟緊都仲有新能源汽車嘅概念，所以佢 P/E 咧都比起其他嘅汽車股高啲，因為其他好多都係單位數，佢有雙位數啦。咁呢個時候都睇埋咧，就係同樣有新能源汽車概念咧，就係比亞迪啊。比亞迪近排咧個股價都比較強勢少少。咁最近就琴日啦，公布咗喺深港澳車展開。它又公布了三款新車，再加上呢就是股東會的時間，黃全福，即是董事長，就第一次公布公司未來五年的一個規劃，未來就會着重是發展二三四線的城市電動輕軌公交。之前的分析的時間都有講過，其實未來輕軌都會是一個發展的趨勢。郭 Sir， 你又看不看好比亞迪的前景呢？其實講估值嚟講咧，就真係高咗少少。不過咧，環保汽車喺內地咧嘅市場嘅佔比咧係好細，幾個 percent 嘅啫嘛。咁啊，傳統汽車都係比較主流嘅。但係喺國家嘅政策不斷咁樣扶持之下咧，未來啊，環保汽車、電動汽車咧，其實嗰個需求咧係會慢慢慢慢咁增加噶。咁啊，始終基數低，喺咁低嘅基數之後，只要有一個明顯嘅增速咧，嗰個上升啊，個增長嘅速度或者個步伐係會比較明顯噶。咁至於咧城軌咧，其實好多都係用電動噶啦，呢個好老實講啊。只不過係私家車就有唔少即係用汽油啫嘛。咁喺呢個政策不斷保育之下咧，其實咧係有利比亞迪嘅股價咧，或者嗰個發展咧係逐步咁樣邁進噶。唯一要講咧就估值一啲都唔平，呢個真係好老實講。你相對啊，好似頭先我提到啊，吉利而家都係14倍嘅市盈率。咁啊，比亞迪嚟到而家依一分鐘咧，以往即嚟講係35倍噶啦。不過點解市場俾到咁高嘅估值佢咧？其實頭先我提到嘅基數低啊嘛。咁喺咁低嘅基數，只要有輕輕增長咧，出嚟嘅數字已經好靚噶啦。等於作個比例啊，100蚊啊多10蚊就10%。到你1000蚊嘅時間都係多10蚊，你就只係得1%嘅啫嘛。情況就係咁樣咯。咁啊，如果你唔介意，即係個股價可能咧就有少少掹高咗咧，其實咧俾少少耐性咧，作一個中段中線嘅分注吸納咧，問題都唔係咁大噶。講步伐咧，可能啊比亞迪會快過吉利，呢個好老實講，即係略帶投機嘅，呢個係事實。因為咧做環保汽車嚟講咧，喺國內地嚟講咧，比亞迪應該咧就都屬於咧喺呢個板塊裏邊咧係行得比較先嘅啦。咁啊後期嚟講啊，其他汽車廠都係開始發展一啲環保嘅新能源汽車啦，但係始終比亞迪係行先一步嘅啦嘛，所以佢有一定嘅優勢噶。至於其他股份，就算吉利你做一啲環保汽車，但係你嘅主流都係電油車啊嘛，係咪？你唔可能一做曬所有嘅環保車而放棄曬電油車噶嘛，冇可能噶嘛。但係比亞迪唔同喎，佢真係好專注，就係做電動車，所以喺嗰個市場上面咧，其實大家對佢嘅睇法咧都係比較正面，而且願意比較多啲咁多嘅日價或者一個估值去買佢嘅股份。不過嚟到30幾蚊咧，老實講，就算再向上行，短期嚟講咧，幅度都未必會太大，即係而家40幾蚊嘅啦已經。好啊，明白。同大家睇睇汽車股呢個板塊喺今日個表現啦。今日都係繼續做好噶，比亞迪股份啦，升幅係0.75%，升3.5，而家最新係報47蚊。東風集團咧係靠穩升1仙，報8.78。吉利汽車升幅超過3%，見過一個月嘅高位，升幅咧係0.13，最新係報4.31。華晨中國都係升幅超過3%，升2.9，最新係報8.21。廣汽集團升幅挨近2%，升1.8，最新係報9.71。長城汽車升幅超過4%，升2.9，最新係報6.5。
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郭 Sir 頭先嘅分析，同你做翻申報先。頭先講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？係冇㗎。好啊，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會有五間總結，陣間再見。